最近天气炎热，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哦。今天来讲袖套、遮阳裙或者是防晒的配件，该买什么材质会比较好？答案是抗 UV 布料，因为抗 UV 布料编织的方式比较紧密，纤维之间的缝隙也比较小，有效的阻隔紫外线对人体皮肤的伤害。防晒效果最差的是棉质布料，因为它的纤维缝隙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在购买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材质。